Really? Really? 嗨，我们在哪？夏慕尼。夏慕尼是铁板烧吗？夏慕尼会扯到铁板烧？就是有合作台湾的商品集团下面的铁板烧店。看到后面的雪山，我们可以上那些山吗？那白朗峰在哪里啊？我的资料可能都是错的，可以。好了，闭嘴。白朗峰的法文梦龙，夏慕尼在白朗峰的山脚下，到哪都是风景啊！很多人在做滑翔伞呢、欸。我好想去。一个几百万哦！哇，那个小社区，有没有羡慕？我更羡慕那些在天上飞的。门内居住想要省钱可以点这个，因为它是比较优惠的，前菜加主菜加甜点是。这一块是前菜，这一块是主菜，这块是甜点。那么干脆就乱选，反正也看不懂。好啊，赌下去喽。嗯，看起来很不错啊。Radish。波隆纳肉酱意大利面，哇，啊，哇，你比这个食物美多了。因为一些意外呢，点了两个一样的甜点，沟通不了，这样子就只。我觉得我放了两个。这个呢是蛋白糖霜甜自然的东西。知道什么叫幸福吗？跟我在一起吃甜点，跟美女一起吃甜点，超幸福。你喜欢小孩吗？喜欢。你想要生吗？对啊，我想要我的 DNA。你可以配我的。这小孩会很蠢哎、欸。可是我是美女哎。是给你这满满的自信的。平常受到你的训练。美女。好，不要镜头这么近。在夏慕尼市区晃啊晃，晃进了一个二手市集。他卖一些锄头，看不懂金属的东西。我是觉得你可以带锄头回家啦，还蛮美的。好多书哦，看到什么宝？你拿了一本关于爱的书，哎，你是不是很想被爱？对。不是说你要孤独终老一辈子吗？我是说有可能，我不希望这样。担心什么？漂亮的人是不会孤独终老的哦。我很后悔跟你拍这支影片。我知道这个人。他谁啊？你妈、哦？他是主耶稣。超多蒲公英的，呜，好浪漫哦！哇，那种浪漫的事情，男生总要做过几次。你这样哪有浪漫？我在意大利有看到那么大的蒲公英，比你胸部还大。这样也太小了。你为什么要带我走到二叶丛林了？我告诉你，这样走下去，你只会被蜘蛛撞到，蜘蛛会在这种树之间结网啊。这里有鹿啊？哪里有鹿？小鹿斑比哦。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跋涉啊？你还是回头、哦。白木吗？你看一下上面啊，好漂亮哦。对啊，我是自己穿。我要过去吗？问你啊，是你带我来的。这边只有湍急的溪而已。有人在丢垃圾。捡起来啊！哎，有人在那做爱哎，保险套。哎。大爱公主，我们可以走了没？遇到大自然，你可以不要乱丢垃圾，不要在垃圾桶。看，好美哦。我一直觉得静静的看那朵云在动。真的吗？你应该在做梦。我告诉你，不要活在梦中。来看，到地的哦。走，我们进去买个两颗。先放在马卡龙出题的。我是天蝎，啊，你是红蛇。冬天。冬天。少女的酥胸。好好吃哦。极限运动的时候到了哦。耶、yeah! ！我们现在要坐缆车到山上。八哈蹦。八蹦。缆车上去之后，我们要去找蓝湖。太阳好大哦！怎么这么蓬松啊？真的，哇，好美哦！哇，这小缆车好可爱哦！换，再来。跟你一直走，这样唱吗？那前面那两个，当乌合之众，跟着走就对。哇，我们一路踏着冰，然后有人袜子全湿。我穿的是透气的鞋，跟卫生棉一样。比卫生棉好。跟着指路牌走准没错。你去吗？快来！一个食物袋，钩子真的是太美了，如履薄冰啊。就是履薄冰。冰不就冰吗？现在每一步都。人就是要站稳才可以走下一步。讲什么站稳？最不稳的就是你。生动在这里，我们在踩每一个前人留下来的脚印。看，在我大腿。哇，帅耶！用一个最帅的姿势。
是。经过长途的跋涉，我们终于看到蓝湖了。哈哈哈！怎么停？这样就停了，有没有很舒服？我刚刚也是这样滑下来的。好可怕！一步步逼向蓝湖，哇，好漂亮啊！那可以喝吗？你一踩就是湖了，哎、欸！结果你是摸那个洞，已经在湖水里了。你要游泳吗？这就是美丽的蓝湖，是吧？噔噔！啊，你也太可爱了吧！扶梯。飞行伞的路上，前面两个是我们的教练，就是等一下我们要飞行伞的地方哎，超酷的！教练说数到三，就往前带到这个谷里面去。It looks so small. Xuan Fang in the distance. Hello. Xuan Fang is flying. The whole Xiamu Nishi is under my feet. How many times can I see this kind of scene?Landing 喽！跑起来，跑起来 ！Stand up。OK。哦 ，A great landing。那教练，我先回。Hi。好。他觉得你说他是蠢妹，我觉得你就是被吓到了。我是真的。想吐在这么美的地方也好啦。吐出来。想吐但是吐不出来。啊，这个很珍贵哎。